哎，不能急跑，慢慢准备。还有几秒啊？哇啊！哇，太棒了吧！我真的是太优秀了，哇，完美闪过哎，呵，我都不得不佩服我自己了。我刚刚要是走那条路，我就被炸到了。可是我刚看到那两团沙子，我想去玩沙，我就走过去了，然后毛子就被炸了。